准备盆一个，盆中加入清水，削去皮的白萝卜一个，切成丝。红椒半个，去籽切丝。线椒一个，斜着切圈，一起放入盆中备用。然后放入生抽三克，白醋三克，盐两克，鸡粉两克，白糖三克，香油五克，搅拌均匀，即可装盘。好了，一道美味的凉拌萝卜丝就做好了。